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呢现在身在兰桂坊，现在的时间呢是3月30号晚上10点半啊。那么在平常的话呢，这个时间点刚好是这里的黄金时间，但是前两天呢，香港颁布了一个限制令啊，就是禁止呢多于4个人的聚会活动。那么我们不妨在这种背景下看一看现在的兰桂坊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一家已经关门了，这一家也关门了，好冷清啊，所有的店家全部都关门了。只有这间酒吧有2个人。这餐馆里边也几乎没有人。一个人都没有。711是开着的，都关了。这里有一点点人。只有个别几家开着，好，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啊，晚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，回去了。回去了。
有警车在这边巡逻。